上完舞蹈课出去的时候，发现一天班已经学完了，就好着急，好想也快点学完。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啊，学完吗？学完吗？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学得快一点，但是老师没有教完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当时就应该去一天。因为其实老师教一遍我就已经学会了，但是因为老师教的比较慢，我就会有点心急啊。我觉得我应该去一天班的，就很后悔。我觉得我有那个实力一天学完，而且我从那个份里面看到，我觉得我可以跳得比他们好。这个节目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我在首秀的时候就已经错失了展示自己的机会，然后这一次我又没有勇敢的去为自己争取，所以我就有点怨自己吧，气自己没有就是选择一个自己更想要去的地方。这到时候岂不自己嗨起来怎么办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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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嘿！我在路上有遇见过一些一天和三天的成员，但是我觉得一天的成员好像精神很差的样子。一天是见不到人，三天是这样子。三天是，我断片儿了，怎么办？我五天是这样子，五天是这样子。哦，你们好累哦。你再歇会儿，气死我了！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就练。你可以不用，你可以不用从这边，但是你得从这里开始熟悉，就上。您是请得如此安详，我是那种一直都希望自己就是舒舒服服的过，就不要去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，明天再辛苦再累不行吗？天都黑了，老师来吧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就是很疼的，就刺痛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时间可能就是太久了，就会就是腿下就会麻，就有点晕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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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缓一下就好了。稍微有点痛。我的大部分人都有伤，然后每个人伤也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既然来比赛了，就是大家都看的是舞台上的那几分钟表现的东西，所以我不希望腰疼或者什么成拿这个来当一个借口或者理由，我更想让自己的是真的是表现好就好，表现不好就不好。这是倒计时吗？还有一点还有八个多小时，还有八个多小时。本来还没有时间概念，还觉得有很多时间，现在就觉得九个小时差不多。抬头挺胸，手要变翘。重新来，我之前想过陆教练有说这个词特别散，特别碎，然后很难背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的难背。其实有点害怕。我怕到明天的时候，如果是一个词错了，你到后面就慌了，就跳不下去了。我是怕这个。啊，快了快了，再来两遍。不了，你最最最重要。新的对话的要准备好，到深处的角落落下发亮发光。列车长号轻跑到第一眼桥，列车最首要变最小。几点了，姐姐？现在距离你们考核还有8小时。你对着镜头试试背一下歌词，从你会的第一句开始。我想想啊，稍息立正。
着急，我真的着急。但我真的背了一天了，我今天一直打着它，看完抄下来，哎，就是背不下来，我真的背一天了。没有感想，我为啥看这个歌词都没有感想？我是很努力的在背那个词，但是我就是背不下来。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记东西了，那个时间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先。擦一下，眼妆都花了。没事，花就花吧，无所谓。要什么形象啊？一共七个位置，你要跟十多个女孩去争，真的很着急。但是，哇。说实话，我更喜欢，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是乐队做的。哇，是比较倾向于乐队。我觉得呐喊文化应该赢。我心里真的一直给自己一个声音：毕晓莹，你要是选了这个东西，你真的不能放弃。如果你放弃了的话，别人要怎么看你？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管结果怎么样。我感觉这睡觉能记住好多，真的，所以还好睡了，真的还好睡了。去睡觉，就是睡一会儿，脑力就回来了，就可以再记点词。我的天哪，我好像现在可以记住歌词了。再放五遍，来吧，再来吗？再来，再来。还剩多少时间？最后一遍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的女生真的是越来越强，就是是那种打从心底里的强，骨子里的强。可能我自己一个人练，我不会练这么久，但是有他们的陪伴的话，我就感觉可以坚持下去。虽然每个人头发都感觉炸了鸡毛一样，但是大家都是整整齐齐的跳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。